you can. I want someone to tell me what is the soul of a man.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废土的世界，小五又一次和大家见面了。那么转眼之间我们啊终于来到第四期了，因为我们现在啊小五基本上一直更新的是 GTA 5的嘛，所以这个疯狂麦克斯就这么耽搁下来了，而且人气也是不高啊。这个怎么来语音了啊，算了，可以我们先无视啊。我们现在把这里的小五现在所在地点呢，就在这个交干之月，就是啊之前主线任务往西的地方。我们现在任务呢就是去加德加舍了，然后现在啊我们找一个地方回去吧。Just another shipwreck. No, don't be fooled. Where we see a wreck, his people see ark. 好了，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我们的加特加舍的基地啊，这里就是我们一个以一艘船为基地的地方啊。那么刚才小五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麦克斯啊，小五这个麦克斯的攻略视频虽然人气较低啊，虽然很气人啊，但是呢小五还是接着会把这个系列给更完啊。除了跟 GTA 5以外啊，那么也是最近啊这个温度也是低了下来啊，我们这个玩一下麦克斯，这个体验一下这种炎热气候，这个沙漠气候的这种感觉，时常能感觉到一股温暖之情。It is. It's the little count of the carburetor. Oh, who could forget that whimpering?And the devious suckling face. Oh, dead a dozen times if you do, boy. 果然我们的加特加舍经验更加丰富啊。Nothing else. 好，直接说，我们是在拿着 V8 引擎的。Before I make a blood sport of your driver here. Oh, he's no ordinary driver. This one, oh, you sent to me by the angel combustion herself.We parley with the water gods here. We desire to make way to the dead baron. My sanctum is destroyed. It's burned. Everything I have is gone. Gone. I have nothing left. Please, this car needs healing. She does. And strengthening. Yes, and if you let us stay here and rebuild, then I offer you.Hands of Blackfinger. Yes. You'll have one chance for me. Oh, thanks. Thanks, me. Keep your hands where I can see them.好了，我们就这么不明觉厉的成功的进入我们啊加特加舍的要塞。I need welding wire to do my work. Make do for now. I'll find you welding wire. 那太恐怖啊！观众们已经发现了，这个我的身上装备也是有所的改变
啊，因为我使用的是我自己的，我现在使用的是我自己的村岛，啊，自己打到西部的这个村岛。哎，这里介绍一下加特加水啊，它是啊，一心希望的大海能够哎，这个回到我们的废土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废土众所周知，在之前啊，游戏背景当中曾经是还是万有大海，所以说这里会有很多大海之类的啊，有很多这个船只啊之类的。所以说呢，在大海退潮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陆地上这海本来是海呢，海上是漂了很多船，结果呢，就只剩啊陆地了，所以船就只能停靠在陆地上面啊，全都搁浅了。就像这艘船也是其中之一。而我们的加特加舍就一直希望我们这个海面能够回来，然后让我们的船呢重新起航。啊，现在大家也看到我这里的啊。这个残料已经升级了很多了，那么这里解开的一些内容啊，我先升级一下。如果升级到第四级的话，我们就可以升级啊更加强力了。这个挂钩连接嘛，挂钩到升到后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四级的升到四级以后，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敌人的这种车辆的轮胎可以直接掀翻啊，这个大家可想而知。好了，在这一篇废话之后啊，这个我们终于成功的把这个功能啊全都搞定了。哎，这边有个接雨，其实之后还是有任务的。哎，有一些触发的剧情，但是现在还没有啊。我们现在这边收集一下汗腺啊，这就是我们刚才的小那个叫什么来着，查姆，对，查姆啊。然后这里还有个提纯人员，我们需要把这个地图上面的哎这两个零件给找到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么广阔的地图当中找到啊这个当敌人的这个车辆啊炸了以后啊，不是我们的耐久啊，我们的这个残料会撒了一地嘛，它就能自动把我们捡了，就不用麦克斯这个在飞行中之后再下来捡啊什么的，这样就费时间了。好，接下来的话，使用车库为杰克安卓最后升级，这应该就是我们的要求。这还是一如既往得回到他要求的点，否则的话剧情就不能接下来啊。小型车缸，这好像有一个升级。OK。完成，只有当这些东西都能达到他们的目标，才能完成这个废土经典啊这个故事任务。Magnum opus, consecrated corpus of the angel combustion, your guise is now that of the jack. Complete, radiant, deadly, and ready for anything. It won't be complete until we get the V8 from Gastown. 总之，我们还是需要 V8 引擎啊，现在这个 V6 引擎实在是苦不堪言。好了，接下来任务的话，我们他的刚才的任务其实就是让我们要摧毁一座营地，就是在我们加特加舍的地盘上面摧毁一座营地啊。那么正好，啊，我刚才已经把这个营地给干掉了啊。其实我就刚才打的就是为了啊，让这个任务啊早点完成，直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剧情了。哎，直接上去。So, killer, little count carburetor says you need to bust through the jaw. I'm going to Gastown. Sure you are. Now me, I know a lot about Gastown and the jaw. I trade goods in and out of there all the time. You want something? Say it. Ain't no sweet talking you, is there? All right. I seen that harpoon device of yours. Not bad.嗯，是因为我刚才刚升级一下鱼叉吗 ？Sort of a final flourish, let's say. And that's where you come in. The jaw looks imposing, but it's got a weakness: the hinges. Your harpoon could be the key, but not with that weak jag tip. You need a piece tougher, something called the talon. And you have it. I know who does, a
nuisance of a noose man named Dimrim. And Dimrim could use a little lesson in manners. 记不离我。Him and his whole convoy. So I relieved Dimrim of this town. By force, I reckon. And you and I square? Yeah. Then we be square. 还是一如既往的交易啊，帮加特和加舍把那个里姆给干掉，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叫塔隆的东西。这玩意到底是什么？哇，这不是终结者所开那辆摩托车？不过话说，这个果然这个地方已经很多，这个很多年啊，在这里的居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摩托车了，全都是玩飞车的嘛。好了，我们接着上我们的车吧。刚才好像大天使已经解锁了，但是我们啊，其实不用也不要紧。我还比较喜欢我这样。车，当然现在这个改装这个样子不太好，我们还是用回原来样子吧。啊，买不起了。好，大家看啊，这里的这个样子啊，就是一股这种它简介上面的火炉啊，就是这种火炉这种感觉，看样子就是很霸气。哎，这个点，哎呦，差点撞到。来做一个小任务，反正这种任务还比较容易，还是一如既往的帮他帮这个妹子，这是妹子吗？收集一下残料。啊，旁边我们还可以听到这个里姆在旁边，啊，查姆在旁边这个维修的声音啊，嘎吱嘎吱。OK，Let's go。找到基姆里姆的车队，啊，这里的话就真的是要。这个跟车队较量了，想想就有点小激动了。再看现在在哪个地方，在这里。我只要沿着地方走，肯定会找到手。找到一个爆炸点，打到了一发油箱，但是还是不够。哎，前面这个好像是要，这个好像不是要把它干掉，是要收集。我不能把这个油罐车给干掉，刚才不小心把它打了半血了。这个时候我们该使用我们的四级的鱼叉。看看这到底什么效果。哎，电没了，差一个。前面这个的话它有装甲，就不能这个直接硬生生干了，那要打它的。哎，只要打它的那个上面的这个油桶就可以了。哎，上面还有一个，哎，这个稻草人一起干掉。还有一个人，直接拖掉他。这轮胎啊！大家看到这个轮胎啊，已经在我们通过我们强力的鱼叉之下干掉了。现在就剩这个护航车了。啊，这不是护航车，只剩这个油罐车了。还是这个人。哇，他会撞我，把只要把里面人干掉就行。这干嘛把我们这个人干掉？我耐久也快没了。哦，他难道要把两边这个
要闭眼门都得干掉。哎呀，好了，这真的不是要，真的是摧毁，没有摧毁吧？哎，刚才还费这么多劲。哎，早知如此不会，这个，何必当初呢？哎，我们直接回到我们的总部，回去交差吧。哎，东西首先我们先收集一下车盖装饰。哇，这个效果好炫酷！把车道看看，头饰，它增加什么 buff？ 还是没有什么 buff？ 好吧，估计没有，它这个是没有 buff 的。我可以把背部这给换了，换成我现在使用的这个防具。它这个还是能增加防御的。OK， 这边下面还是正好有几个收集点、消失源啊，正好可以去看。如果没有主线任务的话，或者主线任务很远的话。This is a job for Cheat. Yes, Cheat. He's a master of projectile and weapons and blasters. You'll know what to do with it.看着我在哪里？哎，是要回到我们吉特领地，黑魔法。啊，那去在去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消失源给找到，先找到一个。哎，回去以后我们吉特肯定特别开心。咦，你已经拿到了一个了。哎，当然了，估计另外两个还没有拿到，他肯定这个还很不爽呢。哎，怎么还有两个还没有拿到呀？赶紧回去拿呀！哎，啊，总之我们先完成一个。完成一个是一个吧。哎，这里烟雾缭绕啊，而且还没有人，或者说人全死了。哎，这边有个收集可以。好了，这样该完成了吧 ？OK， 直接瞬移。Hello， 有喽，吉特呀，好久不见。That sounds like gut gash, John. But it's possible with a pinch of black magic. What do you know? Oh, you got balls the size of boo jumps, and you've done us some good, granted. 啊，我们年轻的吉特也是很纠结。You'll need to get your harpoon ring. 还是要我们加库鱼叉。Easy. But your biggest hurdle are those hinges. That's why it all calls for some black magic. Explosives. Oh yeah. When Talon builds you an explosive jag tip, blow those hinges right off. Boom. Let's do it. 黑魔法。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发现，我可以看到我们屏幕右下角显示的，哎，等等，显示的这个刀啊，以及武器啊，都已经满了。现在就让我们升级新的武器，雷叉。这个玩意就像我们传说中的 RPG 一样，直接可以像这个导弹一样直接往前发。我们看前面还有什么提升伤害。现在我们材料因为比较少嘛，所以就不升级了。还麦克斯刚才好像还有个武器吧，霰弹枪啊，霰弹枪这个三管，刚才还是两管双管，虽然并没有什么差距，毕竟每次打都不可能连发打两发差不多，但是毕竟反才175啊，样子也变炫酷很多。雷叉攻击敌人效果拔群，那必须啊。赶紧来测试一下这效果如何。Pick a target. Smithereens! Hey, what the hell you doing out here? Practice. 这个时候，我们的吉特也是很莫名，怎么外面怎么在爆炸呀？
当然我们查姆当然是帮我们的了，这是用来练习是吧，新手教学。啊，其实本来爆炸只有上面的一小块啊，下面的爆炸其实都是因为有放了几个油桶啊，所以感觉这个爆炸效果还更加厉害呢。好了，现在的话我们可以驶入死亡荒漠山口。哎，这什么地方啊，是不是让我们开干了？大家看到现在其实如果是主线比较短小精悍的话啊，主线光是主线的话还是很短小精悍的，主要是还是游戏过程。好了，我们现在朝着我们的死亡荒漠山口前进。就是前面了吧，我们直接动用我们的鱼叉来一发。哎，还不够，那我们再来撞一发，攻击限制，怪不得。来看得打两发，可见我们现在的一叉的威力还是有待提高啊。大白鲨，虽然听的名字像是这个一种动物，其实呢这也就是一盏门，一个通往北方世界的大门。这里有好几个我们的自动喷火，这个叫什么导弹喷射装置，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给拦截下来。顺便把这个轮胎给弄一下。看这个轮胎，好样的。把这些轮胎给搞定了以后，他们就直接可以丧失能力。哎，这点还相当好的。哎，这个随便哪个轮胎都一样。哇、哦！还最后一个，OK。他们上面应该还有一个，直接上去。虽然有点。虽然我们车已经着火了，但是没事，我们还撑得住。嘿，上面还有很多狙击手，我们直接冲上去，来干掉。哎，上面好像还可以。哎呀，这个时候应该用雷叉，或者用狙，直接狙吧。走，突破防线，直接攻击。哎，真的，这边还有好几个人，不能让他们上来。如果一上来的话，这车就……用鱼叉把这个大白鲨给拉下来。对吧，这扇门了。哎，等等，轻松解决啊！基本上麦克斯里面你只要防卫得当啊，基本上都可以点击，因为每次敌人进攻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延迟，然后在这段时间延迟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哎，我们直接可以按右，通过按右键的方式，
终于把大白鲨给干掉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红岩的领地啊，就是我们下一代关卡所在地啊，是不是感觉过得很快呢？然后我们下面的支线任务还没有完成，哎，真纠结。那要不我们先回去打支线任务吧。之后的红岩的任务啊，我们视情况而定，看看这一期时间会有多久。哎，果然这边已经有剧情了。Over here, hey Dune Drifter,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Me and my child on our way to our new master. Our rig was ambushed by buzzards, but we fled. What do you want? There's hidden things in the rig, a treasure for someone like you. Why tell me this? I'll do nothing for you. I have a feeling you may yet. The rig still sits in the tunnels. Go there and see.让我去战争机器那里。Help me, please. 也就是说，去那里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武器。哎，可见这个女人还是，哎，这个妹子，还是虽然被关到笼子里面，但是还是被。哎，这部剧情有点穿帮啊！为什么说是北方军还需要出没大白鲨？My people believe this water will come back to us.On our day of reckoning, and then we must be ready. We must patch our ship together, make her whole once more. You believe that? They. 我们加特加什还是一如既往的发表了他的大讲座呀。Personally, I see an acute necessity to armor this wreck up, prepping for the wave of man scum which will soon come crashing down. 可见我们的加特加什还是，以为我们。大海一定会回来啊，随着这个波涛汹涌的这个海浪席卷回到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地方来着啊，废土。 With it I can reward you in armor or scrap and find plenty extra fix up my hull. 提出了信念。我看看我们现在说这个地点在哪里啊，还是相当远的，驶入东部隧道。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使用瞬移大法瞬移过去。这边还有两个地方还没有解开啊，我们啊大不了在下期的开场的时候我们再用是吧。这的话咱们先快速旅行，哎，好像不能快速旅行啊，待会儿再瞬移过去。Hunchback might know more. So, how to obey Jawa can do that? The Tobey Jawa Bush Chamu? Cassian, the middle class, Sulishi. How? So.现在的话我们大致的时间的话基本上应该也差不多了吧，因为我现在这次录的视频并没有计时啊，所以说这次我们把东部隧道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啊，我们这期就告一段落了。然后下一期的话，那么如果不出意外啊，基本上是下周啊，当然这个下周呢我们可能有些遥远啊，等就是明年了，因为下周五啊就是元旦了嘛。那么我们基本上啊，这期结束我们就得明年再见了。当然如果大家想看小吴的更多的视频的话，大家可以在我的这个优酷科的这个个人空间当中啊看到啊这个别的啊其他的有些视频啊，比如 GTA 啊，像我小吴现在基本上一直在玩嘛，像之前这个雪地风景啊，应该这一期视频的上一期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雪地风景啊，给大家做那个洛圣都的全面浏览嘛。然后这一个啊正好浏览完啊，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啊疯狂麦克斯啊，又回到了黄土丘这个黄土的这个平原啊，这个一个显著对比啊，鲜明的对比出了我们这个不同游戏的不同的画面。
啊。其实很多游戏都是风格还是很有很不一样的，虽然即使是同样是沙盒，同样是动作类游戏，同样有各种类似的元素，但是呢你玩不同的游戏还是能领略到不同的风土人情的。前面就是我们的东部隧道了吧。This opens from the inside. There's an opening. Over there. Big enough to slide. 就是要从里面打开。果然，哎，这个里面还真。Stay here. 在狭缝中生存啊。这边还有一个宝箱，哎。如果是现实生活中的话，谁会把这宝箱藏在这种地方呢？也只有我们设计游戏的这个啊各种啊小伙伴们啊，游戏公司的开发商们啊，这个工作室们，他们为了让我们玩家有获得有更多的啊更方便的获得更多的材料啊设计的。毕竟很多我们游戏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地点，设计师在刚开始发售这种这设计这种地图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每个细节也许都是很制作相当细腻，但是就是怕我们玩家看不到，所以说呢就很多地方都是精心设计这种捡取这种零件啊，玩家就会通过啊想要捡取这种零件的，这地方好像有危险啊，通过捡取零件啊，然后看到我们周围的这种地图啊之类的。啊，这样的话也就能不辜负我们游戏啊设计师的这个这个愿望了。哎，这地方好像很危险的，后面还有。Yes, Bradley, it is my sacred place. 哎呀，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情况。这个地方一股地铁2033的感觉呀、啊。哎，前面这个是。可以直接打掉吗？好吧，直接可以按左键快速切拉。还有这个残料好多，再来一下，肯定了。哇！哎，这个地方估计真的是地铁吧？而且是这个车距，这个宽度简直跟车一样宽。啊，这里也是一如既往，是为了，哎，游戏开发公司还是一如既往的，为了让我们车通过，不然的话，这个哪家地铁还是火车呀？有这么宽？反正咱们啊，魔都地铁是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红，这又是这一群红眼病患者。直接来个锤锤倒肉，看看这个如果用枪的话会什么反应。哇，这个用喷子打你竟然还无效，那我只能用刀刺你了。哎，果然这个啊，这个红眼病患者啊，我们这个为什么叫他红眼病患者呢？大家也懂的，你看眼睛发光还发红，这个不叫红眼病患者还叫什么？他这个是还自带防弹，就必须要用我们这个这个拳啊，这个叫什么农夫山拳啊，把他一拳一拳的干掉啊，否则的话，跟这个在枪子儿面前他就是无敌的。哎，这个方案还在那边。这个真的是一股2033的感觉，这个地方又要撬开来了。哎，砸开！哎呦我去！就你在吓我！这幸好不是恐怖游戏啊，准备吃上一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麦克斯现在已经是什么东西都吃了。刚才，有吃过虫的，还有吃过这种狗食的，
其实狗吃就算了，这虫子还要吃，像简直像贝爷一样啊。好，这一段又没有翻译。Wallows in human suffering. According to the lore of the land, he wears the skin of the dead. There's the steel beast. 这个倒挂金弓的这种炸弹啊，真是太危险了，动不动就会爆炸。Where is this tunnel laid? Oh, out. 哎，这边又有材料。Out. 简直。The great white, up high on the cliffs, and then, ooh, plummeting downwards of cubic proportions. 简直强迫男人。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车给推出去，旁边还有个材料物，让我们把车给推过去，顺便加几个氮气加速。哇，刚才这个像放屁一样，哇，好起来了。前面这玩意难道不用鱼叉还不行？好，接着我们啊，车推地铁，加个氮气加速了，不然的速度真慢了。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废土的地铁隧道，这个无论是地铁车辆还是隧道啊，都是相当的宽敞。哎呦，怎么一天到晚有东西挡路啊？哎呀，这边东西很多，哎，就是说我们之后肯定会。是不是又会有敌人呢？应该上面也有个啊，收集材料的地方。哎，哎呦！哎，前面就是见到光明的地方了。我们用我们的鱼叉把这个东西给干掉，任务就完成了。哎呀，我的车撞到一个一个废弃的车，竟然还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哇哇哇，好多红眼病患者，好多红眼病患者、哦、快逃快逃快逃。哇，出来了，重获天人，感觉真好。其实我刚才在脑补这里是不是会踢到那个汪洋之地、无边之地啊？但其实他是推回来的。哎，他们这边其实绕一条路啊，不然的话这就是旁边那个大空地。这边简介是：大空地充满敌意，而不通人情，迎接所有进入之人只有死亡。但问题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荒地啊，废土之外就是大空地，那我们简直就是关押，被关在废土里面了。哇，这个桥看着损坏样子也是很炫酷，以前肯定很大哦。I'll fix. 这边的话我们到这里就可以标记一下，直接打个打个信号弹，我们任务就完成了。好了，那么我们这期的时间应该也差不多到了吧。那么我们小吴还是一如既往的感谢大家的收看。